前面这套房子呢，看起来非常方正实用，特别是在农村。款式也比较简单，三层的，面积估算不出来。您好，先生啊，看到您房子建得挺漂亮的，挺漂亮。对，能来看一下吗？啊，能不能来看一下？能不能来参观一下？可以，没事。什么时候建起的，大叔？去年。去年建好的啊。哦，两栋的，一栋那个。去年装修的，前年建的。两年等于是啊。嗯、大叔，带我里面参观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没事，你看吧。看一下啊。嗯、哦，我先看一下它外面的这个是，应该是水喷砂的。哦，这是老房子重新装修的，我以为它盖的是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还是那个老式的床木架子床在那里啊。先在这边看一下吧。哇，这红薯挖了这么多啊！种的红薯挺好的，好大一个呀，这个好大呀，你看，手掌那么大。然后那是老式的家具啊，老式的家具。这里先看一下啊。可以啊。呀，这里也是老式的床架子床，原来就是87年建好的。哦，明白了。这柴火灶。柴火灶。过年的时候用来敬酒嘛。嗯嗯。做过年豆腐啊。啊，做过年豆腐就在这里做。我，你是不是煮了酒？对。我闻到酒香味了。这是柴火，这农村反正离不开柴火的，煮东西呀，做豆腐呀。他看这个摆的好整齐。嗯，去您新房子这里看一下好不好？可以，这个水喷砂这种做起来外墙多少钱一个平方的？这个啊，160块钱一个平方。对。哇，养了好多鸡呀、啊！这种鸡一般是过年吃的。对。腌鸡，这种看起来有点像大理石，就它是做是水喷砂，效果很好，效果很好，看起来很高档。这个门也挺好看的，这是铜门吧？铜门啊，钥匙就挂在门上的。这是堂屋，湖南呢大部分都是有堂屋的，也是它贴的就是全部瓷砖的，整个通上去的哦。这房间是怎么安排的？这边是住房是吧？两间卧室。啊，这是一间卧室，对，然后一间卧室，然后中间是一个卫生间。你看，我还没注意看呢，他进门口是有个玄关柜，是个酒柜的。喜欢喝酒啊，大叔喜欢喝酒啊。哇，小朋友你多大啦？这样躺着看眼睛不好哦，坐着看，来，坐直看，来，坐起来看，对，没上学。放假了啊！哦，对，今天星期六啊。看这个视线很好，在农村盖房子，你这个房子属于很方正的了，嗯，对，很规整的啊。坐北朝南嘛。对，坐北朝南的，然后朝向又好，所以今天是阴天，但它的视线很好的。这是一个挑高的，现在农村做的最多的就是挑高的，两层的更明亮。这里是厨房。等于是现代厨房也有，然后以前的土灶也有，对，保两边都可以用。哎，我看基本上在这边做饭多了，是吧，大叔？这边做饭多。二楼可以看看吧？可以，没事。可以。哎呀，我没有拖鞋嘞。没事，我没有拖鞋。现在都没打扫干净啊，没打扫的。好的。啊，这是可以放个杂物，楼梯间这里啊。是啊。在家里呢，农村呢就是东西多，不像城市啊。它这个吊灯还是挺好看的嘞。哎呀，真的吊灯挺好看的。您这多少个平方啊，大叔？190个。看的面积是挺大的。它外面的景观也很好。你看。这是我们这边铺的最多的，基本上是这种石子，不踩泥巴。然后你看一群大鸡。地方挺宽敞，环境也好。哇，它这个是无主灯设计呀、啊，这个好。所有的墙面都贴了瓷砖吗？对，都贴了瓷砖。不贴了。那你这个等于是三层哦，嗯、完整的三层，三层就是将近600个方，550左右。对。
这都是房间，三间住房。嗯、这下面就是。二楼就是四间啊、哦，那边还有一间住房。嗯，对对，那边四间小住房。小住房。这个卫生间两间。卫生间有两间。对。还哦，那边还有一间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哦哦，设计的挺好的，设计的挺好。哎。然后他总共是花了多少钱？总共大约170-180万吧。170-180万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，等于是四间，总共是四间。嗯，再到三楼去看一下，三楼房间就多了啊。上面多一间。因为它少掉一个挑空嘛，二楼多一个挑空嘛啊。这边一样的，这边有个阳光台。东边是一样的，东边是一样的，就这里多了个客厅，然后多了一个房间啊。上面就是等于是五间住房了。是。他这个床买的挺好看的啊，床买的挺好看的啊，每一间都不一样的床，基本上啊，是。哦，他这还带卫生间的，是啊，主卧是带了卫生间的，对对对，就带了卫生间主卧，嗯嗯。然后他的柜子全部是做的挺漂亮的，你看，就是这种做的顶柜，每个卧室都有，就是。前面这就那个小的没有 啊，就那尽头那个小的房间是没有的啊。对对，小雕的，这个呢，原来准备做书房的。这个准备做书房的。嗯、对，后来他们已经都毕业了。小朋友都孩子们都毕业了。对对。啊，几个孩子呀，大叔？啊，我有两个，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。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。啊哦，这里还有个大阳台，对对，大露台，是哦，我发现您家衣服真多，好多好多衣服呀，到处都是衣服，真的好多，你看所见之处都是衣服，哇，这个房间景观很好啊，对，一看它的视线多好呀，然后他衣柜基本上做的都差不多，这个是个四开门的衣柜，然后这种床呢，哟，还没发现呢，还有一个小玄关呢，你看他还可以看书呢啊，这给后代很好，首先这个氛围在这儿了，对吧？这种孙女的啊，孙子的房间，孙子的，他们是不是孩子们都在外面呢？嗯，他们读书，工作啊。就是唯独就是二楼的和三楼的这个房间是稍微偏小一点的啊，但很实用，真的很实用。我算一下啊，您总共是有多少间房的？这里五间、四间，然后一楼有三间，三四五，十二间。哦，卧室是十个。卧室十个，有两个可以就是小房间了啊。哇，地方很大，很好。孩子做什么生意的，叔叔？啊，您孩子做什么生意的？孩子在昆明，在云南嘛。在云南做生意的啊。对对对。不错，不错，搞得挺好。哦，他哦，阳台是互通的，就是整个可以到这边露台来，你看，整个可以到露台来。夏天这里就比较舒服了。对。夏天这里不是冬天呢，冬天在这里晒太阳蛮舒服了。是的。景观好啊！哎呀，我好久冬暖夏凉啊，冬天来的话，一到前面进来就感觉到就暖和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这个房子我看到您上面还盖了瓦的，是是，它三层也不会热，夏天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嗯，面积够宽。就跟他们那个一样。嗯，全部盖了瓦的，景观很漂亮。好，谢谢您，叔叔。搞得真的挺好的嘞。没整理啊？不是，不急，慢慢来。这是儿子建的房子还是您建的？儿子建的吧。儿子建的啊。儿子建。儿子。多少投资了一点点。多少出了一点啊？对。哎，叔叔也是有本事的。不过在农村花这么多钱建的，也算是真的算是不错的了啊，很不错的。也挺不容易的。挺不容易的啊。是。将近差不多200万。对对。这是后面的事情啊，对，自然景观真的很棒，你看到没有？后面景观也很好。叔叔，你看叔叔那个笑就知道了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啊，很幸福，这样子就很幸福，真的。
麻烦你了，叔叔啊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谢谢。小朋友，走，带你去玩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能跟陌生人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。好，谢谢叔叔啊。谢谢。感谢啊，打扰了啊，感谢，拜拜。不用客气，叔叔，叔叔喊我喝茶，不用客气，谢谢啊。嗯，好，嗯，好。多好啊，热情吧。